盘马上开始了，桌子赶快收拾好啊！知道了。这个花瓶插得不好看，重新插。戚风蛋糕奶油都化了，换掉。啊、这个换下来的桌布赶紧收掉。哇，好华丽啊！小红菇，你这是咋了？晚会红毯仪式马上开始，我还要整理这些，红毯是来不及了，你们俩去吧。这些东西也挺好看的呀，把它们做成礼服吧。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一起来吧。嘿。